原标题：军民血肉之躯筑起滇缅公路，满满都是中国劳工的汗水和脚印。一滇缅公路的修筑完美了，将古老与现代技术融合起来。当中国劳工们用古老的简易工具开采石料时，美军工兵操作刮路机等在一旁，准备清理碎石。二工程部队在修筑连通中国与缅甸的新公路时，使用了爆破技术。爆破后，两台推土机开始清理现场的碎石。三工作中的碎石机。